然哇，漂后，亮，这个反拉。对，好球，嗯，你这个时机掌握。那也是受制于自己技术能力这种水平吧。可能想变的同时，你要能变成，我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，对正手变中路对，我们啊。看到。好漂球，亮！决胜局，徐晨浩还落后2分。哇，不错，拉起来。对拉。哇，上来就进入到。想的就是。他如何能够把整个全局的这个局面给控制住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嗯，高远的这个在信念坚定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回击质量，对，一定不要犹豫。好球，一般还都可以。对，嗯，能拼出来，能打出来自己东西，倒是有的时候领先了，这个球有的时候就打得别扭了。这两个俱乐部今天也是一日双赛。上海地产集团今天是早场的比赛3-1战胜了霸州海润。好球防得不错，反拉，单打的比赛。上海地产集团派出来的第一单打是年轻的选手向鹏，而汕头名人队派出来的是林高远。漂亮，对拉，哎呦。经验啊，能不能去控制住比赛，打得更巧一些。进行中远台的对拉，嗯，漂亮。一上来林高远，连续并住中路。那么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呢，则是产生这个单淘汰赛。形成正手对拉，哇，漂亮！最后可能对于袁立岑来说压力就会更大。反手强强对话，转正手。回白上手，连续2板正手上手，周宇在防住，形成对拉，漂亮啊！双方形成正手的对拉，哎呦，这是一个幸运分，啊，好球，直接防一个大角度。打高球，漂亮！连续的相持穿直线，林高远侧身，好球！郑明峰一直在往前上，两个人正手形成对拉，林高远防住再反拉，郑明峰反手拉完之后再侧身，哇哇，好球！但还是正手顶住了。反拉到郑培峰的正手啊，再回到反手位啊，就是这一个变化落点上的调动，让郑培峰从右到左之后，因为退得比较远啊，啊，两边互助都是快带角度，林高远正手在发力，这已经是请队医给自己贴上一些这种肌肉贴，给自己做一个保护。还是连续的并住中路，有多板数的相持啊，林高远追回一分，
还是直接开长球侧身反拉，哎呦，有点擦网，林高远再防住，连续的擦网，这个确实有点没办法。